아저씨 이거 전화 만성 소로 매단의 신분은 내가 전화 매단에 매디 때때 암된자는 아베베 대무사는 암된자 소자나 관심남 여우사는 매단에 대단한 하자 다리나 되어 있습니다 지 신분 무슨 말이자 이런 데는 대동로 동거시장공소 모양된자 동거桥 바로 때는 나 우자 대대지 대 암된자요니 바바바이토 아 등에 저 저도 아미스 이미단자 초하이코단자 마우 쿠시 무슨 말이자 약간의 사마인자 우자 공구리에서 우연자 最好的那一部，一走一咱们等于在那打鼓吧的那一部，因为阿米西出门那些咱们在那过打鼓吧的那一部，我说买一张机票，咱们等于在奥斯本那，等于在出门，等于在最好，等那那些咱们等于在对面，等于在你地方那出门，买一张咱们等于在给古来西服嘛，买一件去哇，因为我说现在因为西服，咱们等于在我这边喜欢的呢，阿定因为台东县政府现在，因为买一件去哇，咱们等于在也吃打到疼不等于在我说。啊，等于你咱们等在都用背书，因为你们等在不好等在，也不是这奥斯那些，而且这阿米斯丹的，阿们大给那做什么买在你晓啊？十点那么等在，没得去跟人家买那家，用等在出海跟人家买等在恢复哦，买在买等在的是买人家巩固的，而且什么也等你现在，因为单独抢的那么等在达不到那出目，买在那么等在的他那 ID，而且现在别那带一个，等那买在那拉是人家都不顾得了，没人家那帮个，而且现在喜欢你等那如果做人家或者喜欢，有那单一波，啊等于还是嘛个最比的做的单一波，没等在这个，那怎么买在？等那拉是那么等在那刮骨的那现在，有你单一波。好了，怎么以后买着人家阿布奈？呀，俺们打俺们都过来，俺们发了是什么对？呀，俺们这里是乌马安山，这个是佛土山的好，马吉吉多。马吉拉都过买，马闹闹给了你们这个吉拉，你再另发的呀？西的生态是非常的丰富，据我所知道，它拥有130几种的鱼类，多数都是洄游鱼类。那如果说你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拦河堰的一个工程，那是不是把所有洄游鱼类的全部挡在外面了？因为环保团体呢，咱们等一下注意。现在公部门，俺们等一下，俺们实现那一步，俺们等一下什么个注意？来，一下生态调查和那查奥山那等一步，过去了，我们就是要。俺们等不是俺们等一下，我们等不是俺们等一下，我是你都是不要要。他们完全没有做生态调查，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从头到尾完全错误的，需要尽快的停止掉。诶，因为你移民单在做的单一部分环保团体，他们单在上面啊，哎，那奥斯那些单一部分，哎，啥单在山上啊，各个那他们单在很在地那下下去啊，因为在环保单位之前在做，我告诉单一部分在，因为政府他们单我查，也还在这单一部分做，做一面他们单在多姆斯克，啊，等于用的呀，那出海口单一部分在。马吉山在奥巴海恢复哦，啊，等于现在马吉山莫买单在做复复发，啊，这现在也现在买家在那一个角落，在那人家地摊那出目，啊，等于啊，当然是也上山了。那个部分我们是做一个蓄水的一个挡水墙，而已，简单很低的一个挡水墙啊，就是说那边的话会变说水的部分哈，可以稍微保留一个水，不会说枯水节的时候那边的话是一个哈，那边也是一个蛮漂亮的一个点。因为我告诉，咁样现在现在奥海恢复，咁样现在摩登的等下火车站内出没得了地塔，因为每只现在奥山还唔得来上山啊，没说那水库现在我才等咧，啊，等个水库现在有定啊，因为咱们等在岛内，啊，这些话唔等在，我告诉，冇那啦，没有那么等在话，因为水库我告诉，唔得什么跟着上山啦，得走得等下唔等在打库吧，等那时唔等在那个过库就在现在，有你到真内冇等咧啵，嗰个那环保团体得行个在。在地下也许话，买只电脑，咱们等一下，挂古只台黑，用那个电脑播，阿会赔钱的便宜。因为政府机关看起来，咱们等一下，因为工程看起来，咱们等一下都爱发包。买只呢，只新北市那边，咱们等一下要求，得了什么？咱们等一下，奥瓦的台所承包商的原住民族，因为不，咱们得了对方人只法律，一些咱们得了二三三那个电脑播。啊，等于啊，次如我们等于新北市现在嘛，它带进去，它没有它税负，俺们还是嘛，它最低嘛，就现在规定。
然后今天新北市，然后一江八路，然后那当地民族人在，然后牧师人在做，马达代志呢，因为那菜地采购那原住民，也是当地阿姆个代志们在不吃哦，阿姆等在，阿姆个经，民族在他们买只建在采购的原住民，阿姆等在不吃哦，阿经黑发多只新的教科书，然后新北市的秘书处，他把内住户等在做，然后呢，现在二十六人采购案，阿姆的阿姆是阿姆大家都是那做原住民的厂商，只是一个。档案的搬运，处长，你去告诉我那个档案搬运的预算大概是多少钱？大概三十几万。三十几万？还是。对，如果只有三十几万的话，照理讲一百万以下都可以啊，多多采购我们原住民的劳务跟商品哦，不可以只会讲而已哦。移民登记采购法的 CFM 第二十三条规定，而且持移民登记原住民地区和非原住民地区，那条的公告建在招标，移民登记入门啊，只能在下个门啊，第二现在公告，在这面的秘书人在原住民厂商和承包和招标，有人现在有人秘书处采购案，而且持么在这三种门，没有登记符合的那部，各个啊，第二现在公告，各个在这面的，我只能在原住民恐怕需要你可能 CFM 的那部，等我上面等下催别那部。其实那个首长经过核可同意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就以原住民的相关的单位为优先的承包档案。所以这个很重要哦，首长同意以后，那个首长是哪个首长？请告诉我。当然，局处首长。局处首长就可以嘛，对不对？所以一百万以下就可以由各局处的首长核定就可以采购，是这样吗？你再说明一次。没错，的确就像议员所说的。以现在的新北市劳工局长，我边的话，俺们等在那秘书处档案的采购案，俺们外面等在原住民劳动合作所，啊，等也会多接在经营。所以呢，劳工局现在呢，大喜欢就俺们等在，然后呢，在采购单呢，俺们在想呢，等个俺们等在，当然呢，原住民厂商把原来呢，阿伯背着呢，便宜。然后来乡公说，没什么一张的来说，哎，我采肉啊，这只肉走到单的后镇子，把人家规矩个工作，人家慢着人，没什么一张对方慢点在一起多，很紧张便宜点的人家过瘾，我本来好啊，没人家就。很多大学的人在八十岁啊，现在开门啊，上等在还白白黑，啊，等于说农民单的，上等在还啥个有在海外尼沃，我说买在我买在现在苦苦做了，那那现在差不多嘛，富裕我，等那上得了差别好，阿白爱尼沃，等在那那古老现在有在呀，买在等那上等在合法，等那买在等在那那沃阿乌拉，个个上等在阿么啥么很起，哎呀，我买在。哎，我告诉的来意，有好好二号把妹子打了罗古罗的妹妹阿姊，规矩笔记来咱曼泽人，伊记了某个人拿扶贫那时，某个别人拿扶贫那诺塞不过，阿丁伊有家的某咪某的妹子，莫说买一只，来哪弄做作业的扶贫过来，咱规矩笔记的曼泽人，我先好了做杂不好的妹子，我阿拉妈个阿姆说诺阿布拉拿扶贫那时。这必须用拔的连根拔起的采，我会碰到蛇，或是碰到蜥蜴，我会碰到各种的野生的动物。一公斤五块啊，那这个就十公斤的话就五十块啊。那说哪能有出事的规矩比自己慢责任？那查不到每亩阿 M 主席，把我们做哪了亩啊？哎，我告诉有好运的妹子，哎，咱人咋的？我给那么一记了，我家爸不懂我那么多妹子。林武起这个部分，他做一个防治工作，然后到县府啊，由县府来交办给乡镇市公所来办理，说过这个小花曼泽兰，好、哦、让我们的农作物及林木吼、哦、能够不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外来植物的侵害。说过的话，我们有一个定点吼、哦，我们就是把做焚烧的动作吼，让它能够说没办法再繁殖。现在我讲说的来意，哎，我买早起后啊，做我就把做一边的呢，哎，规矩规矩嘛，俺们等哪诺瓜骨肉打来木啊，我就把搞不定那些瓜骨肉打一味，外面怎么买早起下也后啊，买肉没热也诺有巴适，因为也不用洗，哎，带入带。俺们那农民还有八十亩田的，伊们的媒体和那科技业，俺们怎么怎么的呢？现在啊，也是现在需要啊。因为老会现在俺们那现在大山上的我买着，买到那第三季，哎，俺们现在也记得也需要俺们在奥数数满的，甚至大四班的现在那得做，没俺们的现在奥数数满的现在一倍。
来在一点是满夜是把梦爱的休啊，只要他 discover， 阿拉504人来是把梦爱，阿姆对哪诺有如何，我都马路诶媒体圈，买着伊拉有你阿休啊几个肉毛的，还是达里某1300人来是把梦爱的休啊，我他妈伊是某东的中科，那么做你，伊拉没诺狗肉，只拉莫要登记只 LED 管家，你莫叫个住，莫住你盖好，如果你住美籍啊，他 discover 来是把梦爱的休啊，等下拿手呢一把好买。现在他一直不是到老委会，阿后一打一级家族，十二打九家族，那一丢掉钱我买一张，一波是毛202件，6852人，那么拿五个休啊，满一年的二组。一月份到九月份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比较啊，我们大概增加了89件的大量解雇通报的案件。那这个解雇的人数呢，我们大概增加了2500人。洪金诺每每秒来的那十几个组是打九个组，我做40件后1226人连日得组买单的，还有107件后2742人，阿叔叔满意。哎，工作几毛的，莫是莫懂的是把忙爱打休啊。电脑那有没有老委会后多年也要休啊？电脑组无干那休啊，只要打 discover。到厂去跟他们说明相关的整合性服务，包括职业训练，包括失业给付的申请，包括就业机会跟后面的这个媒合，那也会去通知他们参加各种规模的征才活动。现在的老委会，洪金龙是800万人 MO 加休啊，乃失业率得买入是0.1%，各位呢，第三季得要送的买入是失业率。那如果说一来呀，被数据部分的买单的，还是个只奥特曼人哦，一时把忙会打休啊 ，MO 加休啊，只要他 discover， 还是做满意。当然啦，甚至买单的大 A 是，那大股啊 MO 买单，因为也不用是 MO 带入大 A。我是个志愿者，我是别人怎么个呀？有啊，我是按路志愿者，阿是这一组呀。那第四个话，和你说没有说他们的人在做，那我都是你志愿者，我可能妈咪是病，他们的人在那弄影响他的那服务。没说没志愿者，我可能妈咪是病，和你说他们的人在没去，也那对有啊，也他们的人在，了解这人在做，一个做的他那边，和你他妈他妈的人在施工，我在人在都是你的那服务，得他们的人在，非那么的人在，我那是几多都很饿。各个人他们的人在来啥地他，和你那地他他们的人在，各个地去。有把是那天文在翻译，因为社会团体没有什么没在，人家大家发那题目上面，人家都是你，肉把那么人家总结一个肉，忙得等你他们人家有定啊，一些多发那么人家20%间在背书，俺们都是多年让们的工龄和不要学年的慢慢人家的，也许要现在慢慢适应，因为社会团体他们闺蜜等人家阿会，那大一些的那他们人家，奥数数嘛的那的他们人家都是那等你服。都是你们等着的，都是现在我跟马士兵旁边的他们等着这。不免免的舒服的豆花和下大的古兵，而吴老板为免的牙齿等的和表子爱蒙皮诺的豆花，买单的得到他爸爱蒙买杂志等的和八岁云南的弱势少女，为免的牙齿等的和牙黑啊，免得买肉毒牙粉的某20%九八时候都你也要黑啊，弱势少女。因为我们的大环境有点困难。那有些人他的生活比较单薄一点的时候，我们给他一点台阶踏上去，那往后包括我们工作上面的教育、生活上的教育哈，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那弱势少女好了，明明你都休啊，那哪弄蛮已经熬夜，好了，明明你都休啊，哎，休弄弄好了，他妈如何一起到你的社工，那还安分把打鼓吧，买只好爹地他心意。现在真的是经济不景气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弱势的少女就会被剥削，比如说她就很长的工作时间，要不然她的安全可能有问题啊。阿叔祖妈，你也冇阿休啊，只要他 discover， 买入阿叔祖我为何冇也阿休啊？诶，弱势少女买单诶，诶，吴老板咪打打牌是乌鸦风，买入都唔，诶，社福团体打打下也冇买杂志阿奥斯纳，得到买入满意也冇，又不及够弱，都你和八周一边的你阿休啊？弱势少女，第二个被拉人咋改不好冇买入买杂好都唔，因为也不用是也冇带入带诶。得到那刚买是那都说那都多是你把好我为。
이미다인자조국가도바나무슬람다인자존이지대암다인자희화지암다인자땅의민주成立인자조주지랑문화중심하이니무슬람다인자민국86년외주람다인자조도야파호미진자아배하찬니니보이희신자희화무삼다마이자이미담다인자구이지부분화항진자즈모에후아즈마이당의암다인자대하다인자희화미주삼다인자바스그외야외이무는동쇼하암다인자흥자부다소희화니니저에는문화중심연다단에보아즈즈해시희화베드하즈암다인자노주가주대자암다인자문아이뿐아저는이주대나주사신암다인자아우라디타아즈츠나삼다인자마저주만아대암다인자도두두나나데라암된자메리아휴아탄에예잠된자호라인자군렌다탄에보때나나메람된자드노도우노트람된자조과유바스탄에때나나베라다득자나인자오윤사와다자와또하나에니보아참된자나뭐관심된자조탄에보대단어다리의전티바다와에니보미주삼다인자마스크베여의문의동쇼하우자삼다인자배자인자조주지랑의문화중심연다인자국가미삼다인자전이지라인자땅이민주成立园区마이자땀다인자도도도남다인자는고히야치마주주마다인자저와또하나베라마이자다인자단의表演우자소마이자아주지들남다인자메이노미야다저들라와이디답소셔가나我们希望啊，把我们整个周族的相关这几百年的文化收集在里面，让我们的族人呐、啊，从小的时候能够开始认知到啊，周族有些什么，然后这个也可能是变成一个我们未来一个精神的中心啊。但是为了它发挥它的效果，当然就观光绝对是。也是非常重点之一啊，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场馆，可以达到说典藏我们周族的一些文物的功能，能够有一些文化推展的功能哦，甚至也可以借此来吸引我们的观光客哦，到部落来游玩参观这样的一个场馆，进一步哦能够刺激地方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活动哦。F 동도맘된자많이지지모의후함된자나나바꾸레지원을아츠흐된자천바우상아나맘드미꺼의된자야히와마이자아츠츠의응화중심미주삼다된자유선의동수하된자야히와베도하소아츠츠하에소된자야파나시아츠은된자조가주에나점된자아이뿐아아등에소모여나시아츠츠나마주주마대점된자피노멘자니센반지엔자베이수미우순다인자호사호인자미히노텔암다인자목히야지텔아시야지마주주마包括我们过去的一些衣食住行啊文化啦打猎啦所有过去发生在我们周族地区的一些那活动啊所有的器具包括我们的服装是要全部收集制作了一些调查表我们会了解目前在我们各部落现存的文物有多少有多少的文物是愿意提供有多少的文物是不愿意提供有多少的文物是愿意用租用的方式来给我们使用啊同时我们会叫我们的工作人员用拍照的方式把文物来拍在收集啊如果是万一完全没有办法取得的部分我们就要研拟要怎么样的仿制에노문화중심여부시대나삼댄자히히와다아리삼풍관추오다이시로에노고고소다이절암댄자우자소바디오프넨이호파이니타조조우다타네보아등이연다타네보헌지삼댄자하하파나이니보대나삼댄자신랜돌암댄자에이스스부터모마이드진자라히히와当然，有了火沙，也是我们人家给啊，大古巴就变成了别的。讲过未来的这个运作的前三到五年，我们还是会请我们的风管处大力的协助啊，在这个整个不管是人的培养、物质的收集以及维护这个馆里面的这个设施，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依靠我们风管处。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培养我们自己人呢、啊，然后在末端以后是我们跟风管处跟我们的族人一起来共管啊。
文物典藏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才来经营，那文化推广也是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才来经营，甚至如果说以后有所谓的舞蹈展演的话，这个也需要很多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相关的人去经营，才有可能让这样的一个场馆活化，变成一个真正是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建筑物，而不是说落入所谓的文字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会很可惜。可以说我们等一下也在现在我用说完我们等一下中心的那部我在说我们等一下一米的我用说完的走到一米等一下不说说我们等一下我说在黄岩我们等一下用呼吸也那部我们等一下丢不得若我们的黑黑人在我用说完的走到的那后对不黑人的他们等一下要有把事没等一下等一下一定的黑黑人在没得等一下没有我用的事阿外北镇的王志明阿里山采访报道。伊米丹扎吉干的火沙，肉米那点巴达普生的那人扎，哎呀，伊瓦丹扎肉，我国说起可言，伊诺唐耀宗，得到诺伊斯达多肉，那阿米丹扎没诺贝斯特通的丹扎肉，没法那，得到诺达里达，没诺达达伊斯达达贝斯特通。我们的活动的时间是10月26、27、28三天哈。那我们这次的活动，重点是我们的传统婚礼。传统婚礼的部分主要在27号的上午，哦，上午时段。那我们三天除了就是说有传统婚礼以外，我们还每一天都有一些竞赛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26号上午有一个一起舞动的一个表演活动。下午的部分的话，是我们也是邀请客政区的一些社区协会的人员哈，我们举办一个创新的舞蹈的一个竞赛活动。26号晚上的话，我们也是邀请各社区，哦，来参加一个社区 PK 职业。每个社区主动提出一个表演活动，透过这个活动来尬舞。27号晚上，我们有正式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晚会。最后一天，我们上午的部分是安排，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周主自己的一些传统的一个文化记忆的一些体验活动。生命周期是我们阿里山乡周主最重要的活动，每一年都在10月份会举办。那今年度我们在10月26、27、28三天，正在举办这次活动，也一样邀请我们国内各地方各地区，不管是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的朋友，大家都来我们阿里山乡好打帮村。嘿呀咿嘿呀嚯，嘿呀咿嘿呀嚯。用的满天在马斯克为要舍得建造做我的原住民把他们在满天在做自己的满天在服用我的满天在来要是个建造做要来人家少主我是说每一家满天在带入和每当人家做世界啊满天在满天在要是个满天在那么带入和我用说法和所以呢，少主你要不惜，阿姆登在那，那地头到来人在做外边阿帮个，阿等于每当个，咪就是阿姆登在，阿这个地头他们也眼睛见在做阿帮个，过去呢，伊们呢每只现在，某每当个每只现在边阿帮个，咪就是阿姆登在有什么没的，甚至说阿姆登在伊话呢，他得在那里做，做那大事，但阿说阿姆登在阿把伊们每只现在我用说法去。有名目的来用你阿修啊！哎，蛮妙，未米大比和莫也大，哎，比侬阿邦，哎，来用大日月潭的南头及少主，恁话那哦，未米大阿邦和嘟嘟嘟诺有斯克，哥哥因哦，用侬奥西西文家的少主，莫也侬拉蒂塔嘟嘟嘟诺有斯克，即马都做蛮好阿邦个，拉山山阿美勒。要抓鱼啊，吼，划独木舟啊，你看我们这里原住民还是靠这个日月潭的鱼在生活很多啊。就是要靠这个桨，你有鱼会抓，没有这个桨你划不动，要靠这个汽艇啊，汽艇要人家要买啊，没有钱啊，还要汽油，现在汽油又贵啊，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靠人工自己划自己放嘛，放网啊。啊，丁喜，哎，莫买杂志，奥西西后啊，电脑做阿爸有，非常的后啊买单诶，哎，又发挥那那阿那拉米子嘟嘟嘟大有斯克，红军农米子嘟嘟嘟诺有斯克，那做外面诺来呀，莫杂志阿爸个买单诶，那么每日莫呀诺阿爸个只妈妈没有，阿那么不懂呢，买着西哦，那侬莫背后拉买有诺外币，哎，那嘟嘟嘟诺有斯克和莫呀阿爸个只文化，我个电脑拉丢斯克。
会主导的还有啦，比较年纪大的啦。那再来年轻都没办法了，人家现在经济不好哦，年轻人靠赚钱养老婆。以前哦没有做过的也是没办法了，有做过的哦，他有办法按照这个我们以前祖先的这个模样做出来了，结果还靠脑筋啊。买做一两只初印肉，熬些细粉给它烧煮，啊，等于买单呢。那那么一只初印肉会巴熟啦。买只米单，阿说买了怎么买只只肉啊？还在那那嗯那的哇个待你。算是不错了。哎、啊，很棒啊，很好啊。按照我们那个传统那个敲法嘛，就是会陶醉在那个文化里面啊，那个意思含义啊。他很深啊，这样子教啊，越教越有起劲啊。阿叔住家古地啊，那拉美女模爷的初音字又发会难啊。哥哥喏，哎妈妈咪那那大姑阿爹阿祖阿爸又爱买杂志，奥西西晓啊。阿姆达达达然那马奥个，对面了奥是不得大事啊。阿姆达我杂志奥西西文家，因为也平时阿姆带入带诶。买这样的杂志，南通的日月堂一栏的杂志，二栏的杂志一大少，我说买杂志了，医疗基础，王的杂志那个古地啊，一走到那里说，王的杂志是每下都是那用的杂志，医疗站的杂志一大少，得了那别的百分之八，用的那把熬的他们那阿就真的走到那里。原来南通的杂志日月堂一栏杂志二栏的少处，阿们的什么那其他的杂志没有大很多，杂志在哪里？阿弟阿在吹的。阿姆马贵呢？在表演的单列部，阿是在做空间等在咪只，摆动呢在做卫生上暗等在等暗等，你说崩溃了贵哎！我等在以此正好摆动呢你，阿等空间等那路苦苦做等暗等的某种表演在普林的基督教医院暗等在阿吉在表演的单列部，一做暗等在那路话远的。到普林会不会比较远？车程大概多久？当然，因为他那个救护车在普林嘛。他来的时候也要20分钟啊，啊去的时候也是要20分钟嘛，啊那个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有的时候真的来不及。阿丁伊人了不起，因为卫生署向我采访在普利基督教医院，用等在一大少年在游客中心，不要在那得安等在紧急医疗站。阿丁伊医疗站等的安等在没有收入等在那做安等，我估计起来明明没有。哎，一条吧，一说走到他那步，阿只是那么点子咪只阿说说混子，阿来是一条吧，各个走到他那步，天哪那边老是那么点子，阿都只是那点那么点子咪只吧，好多他们到他那买只点那么个 event 的。地道上没有诊所，没有，连一个药房都没有，所以说我希望能够在更高层的卫生署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了解，跟那个我们地方需求，来达到说我们地方能够有。这个医疗站它的功能能够发挥更大的功用。啊，我们的人有去啊，他也这么说啊，他说，没有啦，哎，这个不是要看你们一般人这样子。如果有很那个很需要要吃药的时候，也是要去那边呐、啊，要去那边拿，然后就有给他，可是他们就说，啊，以后这个哈、哦、不能来这边拿哈、哦。有点个等在普利基督教医院，因为每一只红针等在阿文来等你，那点等在掉发，啊，点医疗站每当诶，阿们阿些三招等在掉发，那点等固固住。急诊医疗站是以急诊的病患为主，啊，也就是我们顾念到伊达烧那边没有诊所，也没有药局，病人时常有这个医疗上的需求，所以我们尽量也不要把急诊的五级分类哈、啊、看得那么严谨。啊，所以有些病患对于急诊的认知没有这么清楚，啊，他也觉得很难过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给他帮忙。阿丁嘅普利基督教医院，下面人家建议，但系我，那么上面人家古日话，下面人家弄到他妈中哦，但系上面人家，我那么唔得见面咯，表演好把熬到他们那里，我说买在做得当诶，下面人家，或者调把人家卫生署和新人家医疗站，熬是把蛮人得了唔得，而且但系我买在得了唔得人家，给安心好把聊到他们那得了咪知，有得表演，阿爸也陪着你表演。没有呢，屏东人在二呢，屏东基督教医院办到下面的人在，好了，需要他的那部，也不要话对面的外面的人在智慧型手机和挂号的表演。然后就
换这个上面咱们就用了表演和包的托姆啊这他挂号和看门诊和我们的说说上面咱们老几几杠买单给我们的智慧型手机咱们的拿了地他为什么等着挂号的咱们等着肝胆因为屏东的基督教医院为我们等着高频我们等着为什么的智慧型手机和我们都要需要的咱们等着下载的 APP 买着的咱们的我现在别了啊在医院的地方最重要是整合，包括我们从挂号，包括我们从一些卫生健康教育的知识的传递，包括我们让我们的病人怎么晓得去就近的医疗单位能够得到帮助，那这些讯息我们把它整合之后，那让民众更快速的能够把他们的一些需求能够通过网络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医疗院所的管理人员。也帮我们等着文理金门买一张，等着变得比较喜欢，我们等着准备摸很紧挂号，得找我们等着多新龙哥，得找我们等着现在别来奔啊！也不能买一张外面的手机卫星定位，等着 GPS， 得找我们等着没得挂号的 viewing， 得个做飞龙机刚出后，现在得个我们 viewing 快递，现在买这时间，得个我们等那边啦，不行，我们等着奥新的说话，我们等外面的把车等着回车上，方便在。像我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会知道现在已经几号了。从挂号然后排队这样。对，很久啊。很久。嗯。那如果说以后可以透过手机或者电脑，然后你就可以随时知道现在大概的看诊，就比较方便。我要带着警察的支持会，对方每当一摸地上带着手机，我要带着行动上网，每张带着21.3%，而且只是每张带着少人带着490万，用带着谁个做每当的，每张带着的没有带入户，有没有买着现在要需要？那如果做，得找会下载，毛不见着手机，得查别人着安装，而且只能走的没得外面的，我们带着便利，或者说我们带着啊，奥斯上班的着呢，得找我们的外面的 APP， 无论没有。因为咱没有拿这单子要放了，而且只能走的咱们单子没了，俺们单没了的在那，而且只喝阿爸也不准的便宜。宝贝，到哪地方了？也是我那大道心里不好，我为。现在把我们的新闻单的电力发 A 十单的哦 ，A 十单是新闻单的。伊咪单在交通部 A 十单，用单在做，而且这个地方，那么特别现在阿布内现在交流，因为在全市民，那么现在用的大高，现在单在大高的交通局。我买一只，也是九年的话，现在那路屋子里，那么点子什么那些贵啊？而且之后现在走到点子大高，或者上点子也许啊，那都是现在用到点子奥多费。因为那买只现在是讲，那么点子那路也唔得也过过着，买单个点点子，好少咱们打，哎，是不打点子，没得九年单 F。阿虎虎咪也来用到奥多费，阿子那路买阿黑。阿弟，伊莫在飞到遐表啦，就入掉了，但莫如今落地焦呢。红旗要带外面咩了？那罗汉又把什么多个？阿莫用搭搭高级民族路桥，或民族一路口，好难满意。那咪要阿得了永生国那遐是满意那贵阿伊。现在的交通部内的日子，莫罗山国，那么又把什么多个是贵阿伊？阿这罗汉姊妹，那么阿罗龙，阿都把伊是那满意的台湾。时常听到桥上面下来。然后在那边下来是右转吧，就比较容易发生。
那么就有所都有是不得机器什么样的教呢？买着这作用的达到，若会同盟二路回博爱一路口，辽宁二街回博爱一路口，买着建武路回大顺二路口，现在的交通局的达到，那么都有肉啊都足教呢？万一那拉哦，安本本后又把什么多个字，马古古呀伊，哎呀，达迪斯科瓦达达到，那该问哦，我当买，马松那会有么买一只？那因为它机车量非常的，机车车流非常的庞大哦，所以造成说，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有时常又发生一些侧撞，或是说他不小心然后超车不顺的话，造成一些伤亡。现在的交通部，爱心阿弟阿姨和把闽南民用那搭蕉啊，会蕉那贵哎，电脑拉速度呢会蕉呢，还是不是把左一边的你大家的 disco 把它打高，把外面面路会来用到 autobay， 打打下的面路又是不打打来用到 autobay， 把速度搞固定那拉哈落落，要么一边是，要么带路带。昨晚我们在电话会那笔记型电脑，来在山西现在马上做嘛。每周三天在那里，我们到了都现在谁家做买单诶？俺们的什么东西现在做买到了现在低头做，然后呢做俺们现在哪老叔叔搞个店，现在又把那个国国诺，然后台南诺，现在黎明高中，我们他们每天在很多不是，所以呢是现在我国现在我们他们不是来有八十几个人现在宿舍，每周做一位，每位到了现在山西现在马上做嘛，然后我国也俺们现在。我们到处是蛮现在时间的，多么是，我买着那那么点子，蛮现在也有百分之现在做，多么大只现在没有三点子那弄嗯。好啦，都是我的目的呢，要去。哎啦，用到奥多拜啊，今天也爱电话，好不不不打，反正我得也爱打电话。哎啦，稳定那个月啦，我买着买着好也爱打电话。哎，三四天嘛，就多么把我那些那拉到休啊，好，呼呼的嘛是，买着哎啦，用你多么不是。如果买到大家做莫孤游，对方有别很多来做哦，对方有别是把一打电话。好，所有同学进入宿舍区，你所有的三 C 产品都要交出来。红旗雕啊，以后咪做啊，叔叔就把侬做起亚达 disco 吧。诶，黎明高中的台南啊，可以买单诶。把侬熟悉的来用你么？你先买几个色，大后面那个五啊三四几色加住。各位喏，好等伊有咩物事等伊有你，啊只都要发那电话或笔电。诶，帮侬我喊那好多子你冇说那可以，啊等伊安尼标几个色颜色，我叔叔蛮伊那时间咯，买到那都不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身旁都没有任何三 C 产品。如果看时间，就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时钟放在那边，让我们去看现在到底几点，就是让我们专注于读书。觉得不会被三 C 产品绑架很棒，就是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做想做的事。啊，因此，把我们明早好冇加电话和电脑，丢个冷气也好，加个电来。他们在 FB 讲话的时候，我们都在宿舍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办法跟他们做比较多。资讯的流通，学生现在使用这样的频率都过高，一方面是担心他身体上面的状况，啊，另一方面呢，希望说学习时间也能够回归到正常的地方，好。那是不等我写哇啦，没不等我马都做满了山西。那我也去读过那意思和不会字，啊，这我也去写哇。哎，我那都嘛不是，我就把阿克一问回答，马都做满了山西的角色。大奥尼那遐如有那也去要日子，我等下是我这恶魔古友，嘟嘟哒哒山西，然后也不用写，也冇带出来诶。巴拉摩拉南丹在做你几万丹，那侬个不要奥多多钱在做回那啦，一人在张玉佳。每朝是俺们人在买那，后头在人在买没有去。莫到俺们人在那弄买买的，莫不是俺们在那学校的人在博士班。每当哎，每到俺们人在没去，在那在那买去，就那在那没钱在，莫要负责国家，我就是俺们人在没那接待呢。上周三，蒙古大牙齿欧阳那只台湾，而蒙马又带来一只全球热爱生命奖及张艺嘉，各个界不和对方有杀心多，我还上了马尾斯兵以后，伊诺带你，下次下周五三那啦，雷欧尼咪咪又在香港，而蒙和怀章我表姐咪咪哦，有诺遐不咪咪拉遐我带伊诺带你，每日某诺买一只，挨着贝拉遐我那我带拉什么只西安诺多多很。经过了三十几，应该三十年，对，然后就。第一次出国那种感觉就是非常兴奋，一直期望说，那如果去接触到不同的地方哈，香港的行程就是让我去实现这个梦想。我阿兰梅勒奥多 M 组合当我的张艺嘉。
拉达奥买咪达电动轮椅和别无位，哎，诺带你拉达奥阿生在诺乌比，诺乌比有到拉达用你，诺乌比都冇不适合，诺乌比要到他们，哎，我弄哪弄好笑啊？阿丁希那哎妈咪带你，莫做手影哈阿表幼儿园。我还一直在那边怨的话，那变成这个孩子永远就会躺在病床上。第一个条件就是说，我自己要先站起来，然后他才能够站起来。那我比大人大年后都冇不是，而一家为民的下大妹妹日，或做干啥事的妈咪大年，大家搞和博士班啊，这做收入啊和收入给哦，一般好都冇不是在中山大学的来人家财务管理系博士班，一到做亚恰做一云啊，点啊打啦，米亚达一家。博士班顺利毕业之后，能够先让自己投入职场，借由实务上的一些经验，然后再继续开启另外一段那个学术。怎么了？侬也打雷奥托托姆，也母主打一家，咪主啊速速打手，没了会怎么不适合低头打电脑？自己如果能够多恢复一些的话，那其实父母的辛苦就可以少一分。那当然是尽量可以让自己完全自理的时候，就不用再让那个父母替我分，就是分担我自己所要付出的那个部分。外面那么那么早就到处去，后面有那么多忙活哟。哎，一家没打住忙活，那么我还有那几阿欧生，也冬雨后没那么一扎。那边那话雨后冷气也带你，那下他没到冬雨带一家，把手就那拿手带你和脚那带你。因为一平时也冇带入不带诶。巴拿那上面一只航空公司的饭店，那如果做第二那面一只，从那飞去后面一只，巴斯泰夫那阿们的瓦尼诺阿米斯，伊阿们的那一只在第二份那面的七星级建筑瓦尼诺阿米斯。一毛十年在两百多间在做发多，等那下代现在都被淹了呢。等那做二十年在除非后买它就没复苏。一来俺们等那那贵呀间在的阿米是石头火锅，俺们等那弄起毛，俺们等在那那到那那屋，晚上弄这石头锅，而且是地摊，而且做现在是雕塑的人家阿米是。有没有很苦？嗯，好好吃哦。有没有很嫩？嗯，有一点苦味，但是就是入口即化。非常的就是清爽，真的吗？嗯，好特别的。买的很暗淡着呢，我们那煎着特别的味，回乡淡着，外面的店暗淡着那么肥，也是好喜欢煎着肉，多鲜的菜还在暗淡着呢。那我们那个啊，另外呢，我们是暗淡着，为了那原住民，暗淡着讨厌那家肉，航空饭店，因为那公司以前在，也被人家玩弄人家阿米斯来暗淡了，对方好人家都是我。我们筹划了一年来做一个跟台湾原住民的这个食材跟食物方面做个相连接，然后运用我们主厨他的现代的料理的手法，然后创新做一个新的料理，然后让大家品尝真正的原住民台湾原味是什么样的食物。刺葱、石竹鱼还有这个马告，哦，这是在整个原住民族群里面最常惯用的一个香料之一。那我们用这些香料融入在这些食材上面去做创意的菜肴。马里建在万能的原住民阿姆德纳的胡纳西，用那一家机场饭店，红旗上阿姆德纳没有什么来，明天在改革过，第二呢是买了的白木呢，哇，白木那是阿姆德纳把喜欢的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就是跟姚中师傅我们一起研究说我们如何才能把这食物把它的卡路里降低，把它的钠降低，不要造成我们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们都针对海产的部分来做研究。巴顺来，咱们等在武当那面是欢迎在毛麦等在玩呢。一咱们等在北京在阿面是陈耀宗，用等在机场饭店，咱们等在北等的，等咱们等在巴顺来那等在武当那面是欢迎大家去喝。因为买着现在玩呢嘛，咱们等在那过天宫，过个呢用到咱们等在五七的街不不呢来那些家，一杯我们买一扎，阿爸也陪着呢，便宜。
好这个等着过来啊，你要不去那这三等着回来啊，去到都给好了，还等着有啊。啊，这个是买单的时候回来了，买单也没咱们等着，没那带入户。我说买一只啊，这次去一笔等着走，啊这次等着过来呢，好这个咱们等着，难得等着用户。我说买一只啊，这次呢难扛，买单也等着世界，俺们啊，他们世界等着过年没见着走，哎呀那。我说嘛，一只大师傅啊，这次也能好生的带人家过来啊。除了东说还来的他兼职过来么？我说拿不到人家五亿美元，大师傅那些给，我赚不到人家21%。下面农业赛兼职做招待人家过来去找人喝，每家多少些人家喝饭去分的，而且私下的分析和我这些十几些，而且他过来面呢，让人家师傅先把我们的把用花，等下就多少些没必要，让那些卑鄙和保守把光啊。자신감이생기는부분이있어요오히려그걸하면서阿拉老师也说，回来那等一下过来啊，买张我们多吃点妈咪冰糖，等一下胡子嘛，现在库里面的呢。我说买张我1900万，现在好好整个打过来啊。用等一下世界嘛是1/5级的，人家贴库里姆，而且整个东西还人家库里姆的贴就赔什么4.9亿美金，而且这种现在台币嘛150亿，俺们阿达曼西俺们的买的世界。哎，那侬另外一单子化妆品单子过来啊，我们是为了比对起来的，他的好好整个一千张，每单也没上单子，我们用了大一些的那些，我们都二十组单子80%的项目，项目面了。시장은앞으로도계속확장될거라고생각을하고요지금까지도그래왔고이미단자난신이전회의광고이모마이자에보영후아시아남단자고이야고고에는난한마이당에암단나나희와니보아체하오증의본지삼단계자보영후연달아시희와회인자비빙은난기야암대엔자아우스수염느나서마미스핑아시자구라헌지엔자보구리엔자하오증의이미담마이자에마저희암단엔자다구바든지뭐이런특히동안이든지이런것을그사회의어떤그풍토죠실질적으로어떤자기의어떤능력보다는이런외모를더치중하는사회가그되었는데해야시보영후와연단자고래야향단하나희와엄마다기인샹다인자마야아우시는시바소마이자1990년대에노인자고래야는세이프오시암다대화에마주주마다인자마야나는신자보영후지엔자모터보스엔자망화다른휴야다인자고래야마이자주암다인자기다이주후每当我们说了，他给人家去不用付钱，人家好整个打过来啊！啊，这特别那人家不用付买单的，那么买单的那是那边在影响那么怎么去国家和影响的啊？就只能好整个打世界，阿爸也不会真的便宜。이미나인자외항바다저와또하나바나마르사마이자지인자아남성아잠든자마이든오헤어유호바나인자도마트마르호인자따리하나난키야이미다땅에보다신문아다베이시디다나따리인자따르아저아베베요케와스나만선소아지지흐석와메르야히와Isko hiyoa Siya masantubuan hay mada marisbunun na patako mas bakit ito sa iduan hay na mapasado kay min mas inisay na siya asang to inhumisan sa iduan pasinabana. Esi to akin sinsang la simbong ta pinigyak to sa dalap kami na nakachahisyan at si patunan na si to chikran to ito kada mata simbong ulit na kumlang to pumunta-kuta nga jitay at siya kay tucho. Singong nukui gwen kan hiaga musak jai kalawan ni tak yon nukui itay tawang yon ku sedi kezai niga yon ku kenkan kani rup musak simo israso ni tak yon kuaran ku cimwanan pinji an kuarak cimwanan kani uji Woo!
技术是大的，哥哥大起来！还是在都市主要朋友们，我们将带给你充满不一样的最新资讯。哎，别忘了周三和周四晚上八点，等你来call in哦。我是安乐乐，我是大武师。十月份选你绝对不能够错过最精彩的电视夜间部。好久以前，就是1999，第一次我来这边的地方。Every time I'm here, I always come through, but don't spend so much time. 没有机会 and get very close to the 少主 before. 但是我真的特别开心，因为今天是刚刚好我的机会可以听一个咚咚咚的音乐，这是缘分。So it's a really special day for me today with 少主。圆明台派很多人来守预算就对了，怎么今天这么多伏兵啊？我假装无所谓，才看不到心被凝碎。爱是总是分分钟透秒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缺。是享受长裙间碎碎念念。好，蓝宝，蓝宝，那我听阿姨他们讲说，你除了唱歌之外，你还会跳舞。Nobody, nobody but you. I'm nobody, nobody but you.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I'm nobody, nobody, nobody.现在收看的是最有原味的原住民电视台，耶！八八风灾后的卢凯族阿里部落被划为灾后特定区域范围。迁村的议题考验着一个民族的智慧，族人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找到回家的路。10月17日，周三晚间，原氏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哪里来的实力？原氏力。一起骄傲，一个下巴，一起喜悦，别少难过，做胸口，慢慢的感动。沸腾的音乐都在 Music 到天亮。原氏从开播以来，一直以知性、人文、多元、缤纷的内容展现原住民的文化风情。多年来，我们走访山林海洋，深耕部落田野，让文化深植绽放，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原氏在族人的殷切期待下战战兢兢的开播，透过媒体传播的方式，文化终于开启了一页新纪。原这个字是我们的开端，也是我们出发的原点，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必须看到真正的自己。2007年是个崭新的年代，
我们褪去了原来的面貌，用新的思维和行动来展现蜕变的决心。蓝色的海洋，黄色的大地，洪荒中展现的生机。于是生命是绿油油的草原，我们的血液热情澎湃，圆融了整个宇宙的脉动。过去我们一直深信，用心就可以看见部落美丽的容颜，听见原乡最和谐的天籁。为了要更贴近族人，我们走入部落，将视角拉回了原点，希望让观点回归于部落。于是2008年，我们从部落出发，我们也要跟世界牵手。在2009年之际，原视和各国原住民电视频道共同结盟，组织广电联盟 WITBN， 期望借由和国际媒体合作分享，携手开创原住民媒体的新局。我们从部落出发，昂首阔步，牵手一同走过，为的是要向全世界展现我们丰富的人文特色，要从世界回观美丽的宝岛福尔摩沙。原住民对生活的态度就是自然、永续、互助和分享。朋友就是我们的财富。2010年，我们的分享文化让世界都与我们一起牵手，分享我们的歌谣舞蹈，分享族人的真挚热情。从溪河奔流入海，从日出直到日落，山林舞动的楚音不仅承载着文化的灵魂，也洗练出原住民强韧的生命。这些来自大地的乐章，让岛国的原音成为世界最感动人心的力量。不论你来自何处，不论你究竟是谁，只要你走入原乡，你就是部落最好的朋友。未来的原视要用更宽广的视角来探寻土地跟我们的关系。原视是原乡最好的朋友，而我却拥有最好的朋友你。合益住宅咨询专线，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合益住宅成购申办简单四步骤：一、查询是否符合资格；二、备妥文件；三、向户籍所在地之政府主管机关申办；四、收到证明于期限内办理合益住宅登记。简单四步骤，轻松购好屋。这里是新店更新医院安宁病房临终病人停靠的驿站。我们有一个小组，里面包括了医师，包括了护理师，包括了社工，包括了牧灵人员，然后从各种角度去协助病人，协助家属去平静的、很平安的去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姜维庸医师表示，在安宁病房要用迂回的方式来帮助病人认识生命，克服恐惧与不舍。那分段式的去了解病人本身对于生命结束是什么态度，对于过去朋友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了解，然后对于未来的期待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就是这种迂回的方式，让他慢慢去感觉到，哦，去重新思考自己对于生命末期他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们都很慎重地去接待一个小生命的来到，可是生命结束的时候，诚如一部戏，再怎么样都要一个好的 ending， 好的结束，诚如一部。